切生命，就读一切生命，是众生离苦得乐，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世间佛陀的度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这部经好不好？太重要了，这部经啊，诗意梵天问佛。诗意梵天是一位上帝，大梵天早就发菩提心了。那你发菩提心要做佛，那你这些玉皇大帝上帝的位置你都要做过。那诗意梵天已经成佛了，只是视线成为梵天来请问日夜光明佛这个问题。网明菩萨也在这里面成为里面的助缘。那当然我们念佛的人有几个重点，来，第一个念一下：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各位这个一定要做到，这个是一个道德啊，也是一个戒律，那你就有世间的福报。慈心慈悲心不杀生，身口意修十善业。第二个可以让我们中品往生乃至呢得到出世间的福报。念下来：受持三皈依，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所以各位都皈依三宝了，要受五戒，对不对？然后呢多受八关斋戒啊。所以把佛弟子的行为都表现好，那你将来至少中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得到出世间的福报。那更重要了，就是现在念下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那发菩提心要以大悲心做根本啊，对天主教，对基督教。特别刚刚我听我们开箱法师说，这个新加坡的道教徒比我们佛教徒多啊，拜神呢比拜佛的还贼啊，对不对？所以各位，那你也不能舍弃对方，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接近啊，啊，这些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一样，啊，不舍弃对方。所以啊，就像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对马来人也好。华人对印度人也好，所以大家就和和相处嘛，啊，而且进一步对他好，不是光对他人好，我们要去帮助他的业障消除啊，祖先超度啊，要默默的去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叫发菩提心，以大悲心平等对待众生，感受到众生对我们的恩呢，啊，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但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所以决心成佛，而且在成佛的过程里面，你讲愿代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毕竟大乐。那各位一定要吸收众生的痛苦，你要这样观修啊，因为这样来练习你的悲心跟承担。你不能怕吸过来真的给我癌症了，你没有那个功夫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至少你要这样练习嘛，练习到哪一天你有那个功夫，你真的有那个功夫你也不怕痛了啊，因为你有一个空性无生法忍，对你来讲那什么关系，能够替妈妈受苦那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啊。啊，所以各位你要经常这样观修，要发起菩提心。那发菩提心，那各位叫深信因果，真实的去跟断恶修善，跟众生结善缘啊，点灯的功德，供花的功德，放生的功德，就像今天有这一本，如果各位上回没拿到，哇，有没有厚啊？哇，够厚啊！所有功德都在里面啊。啊，从皈依、受戒、供灯、忏悔、参加法会、超度，通通在这里面。有拿过的举手。那没几个。等一下，如果有在外面拿一下。哇，这一本是我印好了、收集好了，送给台湾每一个出家人呐。啊，因为出家人忙的没时间了，我们帮他收集好了。这里面通通有答案。通通有答，所以等一下各位，如果等一下下课就发给各位啊。所以深信因果去做每一件事情，不要怀疑啊。再来呢，一定要开智慧，读诵大乘经典，不但自己读诵大乘经典，还要劝人家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我们今天啊，虽然这一本讲不完啊，但是至少我们提一提重点，好不好啊？头看一下，尾看一下，回去自己看，你千万不要不看了，等我明年来你还没看完啊。所以来，请翻到第十二页，我们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念下思义梵天所问经。好，请翻到十二页，我找了一些重点啊，我们就讲解一下也可以。那前面有讲到这一位大梵天呢，从天上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来请示佛法，但是呢，佛陀告诉这个梵天说，你从梵天清净的地方来这个娑婆五浊恶世，那你要存十种心才不会被污染啊。就像各位，你准备去印度啊，你准备去哪里啊，你要准备好什么东西啊，你准备去西藏，氧气带着，免得断气啊，对不对啊？这不容易呢。所以意思是说，那佛陀告诉梵天，那你要准备，那这也是我们投胎到五浊恶世来应该准备的心态。也就是说，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那你到五浊恶世，如果你没有存这十种心，那你就会觉得啊，不好，那个不好，批评啊，制造很多问题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念一下第三句，念一下来。其佛告言：辩王梵天，今证事实，彼娑婆界有若干千亿诸菩萨集。如因以此十法游于彼土，何等为实？于毁于欲，心无增减；闻善闻恶，心无分别；于诸于智，等以悲心；于上中下众生之类，异常平等；于轻回供养，心无有恶；于他缺失，不见其过，见种种称，皆是一称；闻三恶道，亦勿惊畏；
于诸菩萨生如来想，佛出五浊生西游想，梵天，汝当以此十法游彼世界。好，那事实上梵天是替我们问的，所以各位要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如果你是要来度众生学菩萨道了，一定要存这十种心。第一个，于毁于欲心无增减，回谤你称赞你，你要保持平静啊。明明这个世界是非不明的，对不对？对对错错，现在是媒体的时代，广告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发表他的意见。如果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这些毁誉，那你没办法修行的，你会退转的。所以各位，毁谤也好，称赞你也好，内心平静啊，不要起心动念。第二，闻善闻恶，心无分别。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听到好事，听到坏事，你要平静啊，升起平等的悲心呢、啊。好事我们学习，坏事我们慈悲啊。但是你不要有这种啊好恶，乃至啊喜欢好的，讨厌不好的啊。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也没办法修行。第三个，愚诸愚智等以悲心啊。对于愚痴的人，愚痴人在杀盗淫妄酒啊。对于有智慧的人，我们都是平等慈悲。那佛这样讲，就是告诉梵天，你要存这种心。那各位，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的戒律，事实上也是这一本经典起头要给我们说的。你要以这种心来深入经藏啊。事实上你把这部经全部研究完了，那所有佛陀的教法都在里面了。事实上每一部大乘经典都是如此了。第四，于上中下众生之类异常平等啊，上流社会、中流社会，没读书了，特别各位在新加坡，老实说，有时候我也觉得不太习惯。那新加坡帮我们打工了，他们坐的车都没冷气的，啊，就像货物一样，对不对？坐在货车后面，不太习惯。第二个我不习惯的是什么？这次我来，我坐飞机来，下飞机就跑去洗手间，里面那个整理洗手间的老人呢、啊，他已经没办法走路了。他就是只能手摸着墙壁，然后再去洗手，我看了很痛苦啊，啊！但是或许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吧，啊！这些老人应该在老人院的，啊！但是没办法，所以我想，那我们要慢慢改变了，啊！所以不管这个人有钱没钱，这个人是什么样阶级的，我们要平等，啊！尊重对方叫异常平等。再来呢，以亲回供养，心无有恶。他回谤你，他供养你，你都要对他好啊。就像我有时候人家供养我，有些很恭敬，有些理都不理你啊。你不能说哦，这样就有分别心，你要练习好啊。所以那我们都要对他都一样啊。见机解脱，希望嗡阿吽嗡阿吽都一样的啊。所以只有一种我比较难过啊，有一些是粉丝啊，他来到面前，你也知道他的起心动念是为了粉丝啊，男女的欲望啊，你加持也不对，不加持也对，嗡哄西德说，断除欲望的，我就会念嗡哄西德说啊，师父你念什么？祝你发财，我念的是断除欲望。啊，观想茉莉花这样，啊，送他一个白糖，白糖也可以断欲望。我你假假，你都没欲望，啊，但是这个不太容易，啊，再来，于他缺失不见其过，这个永远要记住，只看缺点，不要耿耿于怀对方的优点，不缺点，啊，现在这个末法是优点没人知道，缺点全世界传。这个叫末法，就是对于真理抓不住，对于歪理抓得很紧啊。八卦新闻大家都会背，失意梵天所问经不会讲，这没办法。所以各位，那你到这个地方呢，你要准备好了，只要是缺点不要看，不要去听，因为会黏在你心里，很奇怪啊。因为这个就是一种这个现象就如此，所以
很多佛菩萨来这边，大神通的佛菩萨来这边都没神通了。大宝法王也跟我说啊，过去我都成佛了，但是来到这个世间，那你必须用凡夫的身体而已啊，一点神通也没有，被打就痛死了，啊，一点帮也没有啊。但是只有一个佛的慈悲心，但是没有佛的任何神通了，要用佛的智慧去面对各种事情，如幻如化了。这个就是菩萨的伟大。啊，明明来到这个，就像你是皇帝，但是让你下来做老百姓。你明明是皇帝，这个就是末法。啊，佛菩萨，真正的佛来，这个五浊二世多少佛菩萨来这边？这上面写千万亿菩萨示现在五浊二世。因为这部经书有说，五浊二世，哪怕你要下无间地狱，你虔诚的修行会让你头痛一天。就是消除无间地狱的业障，所以在五浊二世升起一念悲心，一念慈心，超过你在净土百劫的修行，所以这个地方是快速成佛的地方啊！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想法，所以在五浊二世里面修行，你要非常的警惕自己，不要去传别人不好的啊，因为好的有一万条他不传，他要传一两条不好的给我。既然很多人没事干了，很多人还赞叹海涛法师的，但是骂的也有了。有些人就专门收集不好的给我看，要气死我也。然后我都不看啊，怎么样？因为看那个没营养的啊，你不能因为少数两个人反对你，然后就耿耿于这个没关系，那就过去就好了，对不对？啊，那各位一定要练习这个习惯，疑他缺失，不见其过，见种种称，皆是一称。小乘、大乘、密乘，哎呀，乃至世间的善法，这个都是佛法，都是成佛的助缘，不要有分别啊！不然的话，现在知识分子哦，这个才对哦，那个不对，这个很麻烦啦、啊。就像我刚刚在跟我们开相法师报告，我们佛学院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在我们台湾啊，这个对那个不对，到后来不知道修哪一个，因为凡事都有不圆满的嘛。啊，所以各位，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部经很重要，特别你要念佛，你要存这个心呐、啊。如果你念佛没存这个心，我念佛才对，你们通通不对，那你也完了。啊，所以各位，这个不能有分别心，见种种称都是成佛的，都是一称，都是成佛的基本，你都要修的。南传、北传、藏传，要不要修啊？不修你怎么成佛呢？啊。所以各位在新加坡福报大不大？跑哦，礼拜一小乘，礼拜二大乘，礼拜三密乘，修不完啊！但是取其优点就好了啊！像我是横跨多少乘，我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我都跟他们很好。哎，我认为我以前大概做过天主教徒，对不对？我很虔诚的。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他们的弥撒，我上回还跑到梵蒂冈去参加弥撒，哦，好庄严！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大殿很高啊，对不对？一唱哦，哇，那个声音很像天音一样，对不对？我们还要装喇叭，太大声，不然就太小声，听了还有点刺耳。他们不会，要穿着戴那个帽子，哦，那么大顶，以后我们出家人通通戴帽子进来。那看起来就很庄严，哇！那回到天界来了，啊！所以因为他要度众生啊，所以出家人穿得很那个，就是为了度众生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故意要穿得很庄严，不然的末法没办法摄受众生的，啊！下回海涛法师啊，里面最好大喇叭准备啊，不然隔壁的不会来嘛。你不要拿那个往生者那个比比麻麻，啊，这个叫什么？庄严，这没有为什么啊，就让别人哎呦有信心，有信心，开箱法师来了，叭叭叭叭叭开始按喇叭，对不对？就要如此啊。就像我去不丹，他们只要车子要经过寺庙一定叭一声，这是供养嘛，供养绕佛塔叭还供养，对不对？因为他能够做的就是按喇叭啊，因为带着大家有去供养这个佛塔，供养这个寺庙。所以再来，闻三恶道，亦勿惊畏。
啊，所以各位呢，三恶道它也只是一个境界而已，本体也是空性，所以你只要保持空性，那就可以超越啊。再来，遗诸菩萨生如来想，各位，我们开想法师是不是佛？是就好了，不然你就白来了。你来了，你要把菩萨当作佛，佛讲的一定有道理，对不对？这样你就可以吸收啊，你可以吸收，没道理你也不用吸收，但有道理你至少吸收到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当这样想，你就不会注意听啊，注意听很重要，然后去分析啊，真的很好的接受啊，闻思修嘛。所以各位要对，你不要看不起哦，很多很多菩萨都佛来示现的啊，所以你要从内心里面去尊敬对啊。再来，佛出五浊生稀有想啊，所以佛陀能够，这些菩萨能够示现在五浊二世，哎呀，难能可贵啊。啊，就像新加坡，新加坡的出家人，刚刚我们开相法师说，大概200多个吧，越来越少了，所以麻烦各位回去多生一个来贡献一下，为了佛教的未来呀，所以从小培养他呀，不然没办法，会断掉嘞，会断掉。我现在在台湾开始收沙弥班了。5岁、6岁、7岁、8岁，你干脆送他来台湾好了，会背楞严咒、大悲咒、那个地藏经45分钟，从小了，越小越快，尊胜长咒什么都很厉害的，只要有好的老师，他们背得可快了，他们喜欢比赛，看谁快，对不对？快就快，每天都背这些，念经念久就背下来，小孩子最厉害了，那你不这样长期计划不行啊，以后没种子了。所以这10条各位要多分析，回光返照，自己有没有做到？请看到13页。所以，哎呀，那个时候，这位梵天说：“哎呀，那我能够来五浊二世，这是我的利益啊。”所以。在12页的最后一行，尔时日夜光佛国有诸菩萨白其佛言啊，就是说这些菩萨跟哇，世尊，我得大利，不生如是恶众生的。哦，原来五浊二世这么痛苦啊，对不对？好像我没有生在五浊二世，生在日夜光佛国。但是日夜光佛说了，善男子，勿作是已，所以者何？来念一下，若菩萨于此国中百千亿劫尽修梵恨。不如彼土从淡至实，无嗔爱心，祈福为甚。你想想看，所以日夜光佛跟这些净土菩萨说：“哎，你如果生在我们佛国，百千万亿劫修梵恨，还不如从早上睡醒要吃早餐之前，没有起嗔恚心的功德。”各位，你今天下午来到这边，有没有起嗔恚心呢？太好了，你值回票价。晚餐好不好吃？不错，我刚刚开箱法师说，来好几天就这一顿最好吃。哎呦，好吃，所以要快乐。所以各位，短短的时间，从早上睡醒到早餐之间，不起心动念，不起嗔恚心的功德，超过于极乐世界百千万亿劫。所以身在五浊二世，宝不宝贵啊？宝贵。真的非常宝贵，你不要抱怨，因为这是快速成佛的地方，要这样去观想。再来，在13页的倒数第四行，那个时候佛陀跟网民菩萨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个梵天哦，如见是示意梵天佛，唯然已见。网民当知，这位示意梵天，他虽然是上帝示现成天众，事实上他是大菩萨来的。”甚至他已经成佛了，他有这10种第一，也是我们将来要学习的。念一下来，网民当知，师义梵天，于诸正问菩萨中最为第一，于诸善分别诸法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说随仪经已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慈心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诸悲心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喜心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舍心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软语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不嗔爱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先意问讯菩萨中为最第一，于诸觉疑菩萨中为最第一。你看，所以佛跟大菩萨说，梵天反而是这些菩萨里面最厉害。我最欣赏的是这句话，于诸软语菩萨。所以各位讲话不要骂人好不好，温柔，你好，三点还没回家好，对不对？老公你还在打麻将，祝你赢钱，我先睡了，点心煮好了，遗珠软语，他不赢才奇怪。有你这么样赞叹不行啊，我老婆太好了，我要赢钱了，不然没面子啊，打到死也要赢钱啊，因为你没有骂他呀，啊，所以各位，因为你要度他，对不对？你不能舍弃对方，令别人讨厌你，那是很不慈悲的，对不对？啊，那别人就不会学佛了。所以遗珠不嗔爱菩萨，没有嗔心的障碍，第一啊，更重要，遗珠先意问讯菩萨。我经常告诉我的徒弟说，你在路上走，别人看到你不打招呼啊，别的法师看到你不理，我们一定要先，这个是该做的啊，因为你就是越人家注意你，就要越礼貌啊。所以呢，诗意梵天，遗珠先意问讯菩萨，首先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看到人就拜，对不对？这个才叫是菩萨啊。所以事实上，示意梵天是佛示现成梵天来请示佛陀问题，演一场戏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读诵大乘，这个很重要。所以后面呢，示意梵天有赞叹佛陀，所以各位讲念一下：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各位一定要啊，礼拜诸佛，称赞如来。你要尊敬对方，也要称赞对方，也要供养对方，对不对？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哎呀，你功德好啊。所以我们对佛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啊，先给他问讯，再给他称赞啊，再给他送礼物，再给他说不好意思啊，再讲他有什么好处，再请问他你拿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好，哎呀，请转法轮请佛助事，那你要把对方当作佛。所以示意梵天用这个寄送，我们也念一下，那重点我会停一下，就告诉这个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来，世称大明称，普闻于十方，所在诸如来无不称叹者，有诸于净国，无三恶道名，舍如是妙土，慈悲故生此，佛智无减少，于诸如来等以大悲本愿，处施秽恶途。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持徒须臾间行持为最胜。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因堕三恶道，现世受得除。身持土菩萨不应怀忧怖，设有恶道罪，头痛即得除。好，所以各位，十五页第一行，若人于极乐世界清净国土，在那边持戒犯恨满一劫，四十亿年了，那你在这个地球啊，五浊恶世，短短的时间修一念慈心，都超过他们持戒的功德。所以各位每天要修慈心悲心啊，念个佛念个咒，就会超过，很快速成佛的方法。第二，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你放心好了，你在这个五浊恶世造了身口意的恶业，但是你现在有忏悔有修行了，那应堕三恶道，但是你在五浊恶世最容易消业的，现世受得处。所以你念一个嗡阿弥陀佛，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八十一劫重罪消除，
你拜个三昧水忏，一辈子的罪业消除啊！你去做一个放生，脱离三途苦，因为五浊恶世的功德。持身持土菩萨，不应怀忧怖，设有恶道罪，头痛即得除。祝各位今天晚上回去头痛五分钟啊！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你有造了三恶道的恶业，杀生啊、偷盗啊、杀小孩啊，但是你现在有忏悔修行了啊，打佛七了，不应怀忧怖，不用怕。就算你要堕落地狱，头痛就可以消除这个恶业，这个就是五浊恶世的好处啊！持土珠继续念来，持土珠菩萨，若能守护法，世事所生处不失于正念。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你行菩萨道，那虽然有很多障碍、毁誉参半啊，如何伤害你，但是你还是要守护正法啊。但你生生世世得到一种功德，不失正念，这个很重要啊！不管你下地狱了，你还在念阿弥陀佛一样啊！你在做恶劣的地方，你还是保持正念，因为你在五浊恶世能够守护。再来，若人欲断福，灭烦恼业罪，于此土护法，增益一切智。哎，你要开发佛的智慧，叫一切智。你只要在五浊恶世护持佛法，那你不但可以断烦恼、灭烦恼罪障，啊！再来，净土多一劫，受持法解脱，于此娑婆切，从淡至实圣。所以刚刚讲啊，净土百千万亿劫修行，修犯恨，还不如早上睡醒到吃早饭之前保持正念，不起嗔恚心，啊的功德。好，我们就跳过来。请翻到二十页，二十页这里面各位比较熟了，很重要的四法经。那佛陀告诉释义梵天怎么样，因为前面这个问题都是释义梵天替我们愿意发菩提心的人问的，那佛就告诉他答案。所以第一句话第三行念一下，佛告释义梵天，菩萨有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何等事？一者，于诸众生起大悲心；二者，精进不懈；三者，信解生死如梦；四者，正思量佛之智慧。菩萨有此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那修菩萨道最重要的，念一下：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不能退转，那如何坚固其心？不但不退转，不疲倦啊！每天都在帮助众生，每天在做种种的善业。当然，有很多人会说：“海涛法师，你快六十岁了，可以进老人院喽。”我就说：“那所以我要拼啊，拼到几岁死也甘愿啊，对不对？不然每天去运动啊，老人院住啊，那意义不大了啊。”所以，因为我们世间人是照顾你身体，站在佛法是体悟无常。因为在这个五浊恶世，一念念的一点念头的慈悲心胜于净土百千万劫，你要把握机会啊！啊，所以你要绝对保护分分秒秒。那如何不疲倦呢？第一个，于诸众生起大悲心。各位，下回我们到非洲去好不好啊？去度大象啊，超度野生动物啊，帮助贫穷人好不好啊？那边小孩子连喝水都会往生呢，因为水有毒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最近台湾，哦，什么送鞋子啊、衣服啊、旧的啊，对不对？买那个净水器给他们喝喝水啊，要用尽各种方法帮助他们呢。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尼日利亚，那边现在有160万人没饭吃啊，啊，45万的小孩在死亡的阶段，因为连水都没有啊。所以我想呢，世界各地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各位要替他们想怎么办。这个众生有钱没钱，不懂佛法就是可怜啊！所以各位要每天来念一下：善思如母众，难忍无量苦，意念昌生情，世世永不离。唵嘛呢叭咪吽啊！所以要观修所有众生的苦，所以而升起自动自发的悲心。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打坐的时候观修慈悲，要观修掉眼泪，代表你升起悲心。如果你还不够呢，那就多念唵嘛呢叭咪吽
啊，我们开相法师说，大家这边念欧玛尼贝门哭啊，感动嘛，对不对？佛菩萨的悲心会接触你，那你就会去想到别人的苦，啊，升起悲心，那你就不会退转。第二，精进不懈怠，啊，所以各位要深入经藏，要接触众生，啊，你越想要深入经藏，要一半的时间接触众生苦，你才知道你深入经藏要干嘛，啊。所以为了帮助众生离苦，所以啊，刚刚讲了一只脚深入经藏，一只脚不离开众生苦，啊，精进不懈怠去帮忙。第三，信解生死如梦，要有这个空性，啊，那个生死轮回的过程才能够度众生。所以各位不要太在乎死亡，好不好啊？死只是另外一个生而已吧，啊，所以很多人很重视死亡以后如何如何，这个死亡是一种休息。死亡以后让你去极乐世界，然后你马上再来嘛，啊，有些愿意马上趁愿再来。所以各位，生死是游戏，对不对？轮回是净土，因为从轮回里面你可以帮助更多众生，所以要这样去看。而且各位要练习死亡，好不好啊？遗嘱写好了没有？明天交给开祥法师。我们开想法是说，以后这边做好啊，地下室，各位可以把你的骨头放进来，我们在上面帮你修行超度你，这没什么，对不对？所以各位，你这个要想清楚，什么死，怎么死，怎么死，你都要想清楚，这没什么。你的老公死，你的儿子死，你也想清楚了，这个没什么，帮他超度就好，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苦了，不死干嘛？啊，这个五浊恶世哪有什么快乐呢？死亡是一种解脱啊，但是就怕死了以后还在受苦，那就不好了，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在活的时候消业障，积福报啊。对已经死亡了，我们帮他超度。第四，正思量佛之智慧，这是最重要。佛有一切种智，遍知一切，也因为有这种正确的智慧，才有圆满的悲心。那所以我们要去思维佛在想什么，啊，佛的智慧你要看经典，啊，也要去思维。所以以后各位做事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再背一次，只有佛法，没有想法。你的想法是不好的，佛怎么想？碰到这个事情佛怎么想？佛怎么面对？啊，而且佛在想什么？数百千万亿众生，要百千万亿方法帮助他们，对不对？所以你要有空性，空性是慧，方法是智，智慧都要有，啊，所以要追求佛的智慧。所以菩萨有四法，能够兼顾其心，不疲倦。各位，这是戒律哦。如果你要做菩萨，这四点你都要有：大悲心、精进、了解万法如梦，追求佛的智慧。那你要努力，你还没有成佛了，你绝对不能懈怠。跳过来20页倒数第三行，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增长善根，何等为是？一则持戒，二则多闻，三则布施，四则出家，是为是。持戒就不会伤害众生，就不会有不善根。多闻佛法，那你就开智慧，知道怎么去做。多布施，那有善根。最快的方法，出家。出家就把自己奉献给众生了，分分秒秒都在累积善根嘛，对不对？啊，在家做皇帝，还不如出家一秒钟功德呢。啊，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呢，你出家7天七世皇帝呢。啊，所以我再过几天要到马来西亚国际短期出家，这一次1000个人，啊，15天。你们赶快鼓掌啊！功德变你的，啊，随喜功德。所以各位这7天呢，你不来竹林寺参加佛期，在家里好好吃素念佛啊，随喜功德，对不对？年底到了，各大寺庙不分显教密教都在大做功德嘛，啊，各个祈愿法会、大法会，如何如何？所以各位要多做善根，再来。梵天菩萨由四法无所恐畏，威仪不转，何等事？一则私利，二则恶名，
三则回辱，四则苦恼，四为是。所以各位呢，菩萨在面对着后面这四样事情的时候，还是保持精进，保持菩萨的威仪。所以菩萨要做到这四法，无所恐畏，威仪不转。一个失利，哦，你本来做住持被开除了，你本来拥有什么被夺去了，你要静静的，失利的时候。第二，恶名，给你登报纸，海涛法师是坏蛋。因为我已经被登习惯了，然后你要很平静。很多菩萨师父怎么办？要不要开记者会？哇，我说你要把事情闹大，真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是让你能够增加见光力的时候，你要感谢。哇，最近以来，多少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尤其在机场，那个就是海涛，咔嚓，假的那一位，咔嚓又拍一张，但是现在我们的网络点阅率增加多少了？但是各位，这个没关系，因为他不了解，他愿意问你什么是假的，哎，机会来了，对不对？假的不是不存在，只是它是暂时的、虚幻的。所以佛陀说假的，佛陀所谓的真的是究竟的意思，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去解释都可以了。第三，回辱；第四，苦恼。你这四个要准备好。这四个就是说，今天你发心做菩萨，这四个你都要观修好。恶名、回辱、苦恼，你都平静平静。得癌症要不要平静平静啊？哎呀，正好修行啊，修慈悲观啊，愿众生癌症都给我啊，愿我用空性悲心超越啊。那你要保持这样。再来下一段，梵天，菩萨有四法成就白法，何等事？一则教人令性罪福，二则不施不求果报，三则守护正法，四则以智慧教诸菩萨，是为是。白法就是善法，清净的善法啊。那做个菩萨，虽然你意境很高，追求空性，但是你要世间的善法白法还是要成就啊。你不能说我是研究空性金刚经的，然后你就不去助念啊，对不对？不劝人家吃素啊，虽然这是最简单的，但是你还要劝大家做。一者教人令信罪业福报，三恶业报，六道轮回的道理，一定要好好的影响别人，不要认为说这个是简单，不要说，不要修啊。所以因为他连五戒都还没守了，对不对？你要给他劝他受五戒啊，慢慢吃素啊，懂得去修福报。各位要劝人家相信去做。第二个，不施不求果报，那我们无所求的去帮助对方。第三个，守护正法，只要是佛说的一切善法都是佛法，帮助众生的都是佛法，南传北传藏传，只要深信因果的，能够追求解脱成佛的，我们都要守护它啊。特别出家人呢，出家人有时候说我喜欢汉传，我不喜欢密宗，我喜欢那个，然后他就会伤害他，甚至看不起他，那这样很伤害自己的啊。因为呢，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讲的，如果你去不丹一次回来，你就知道欧玛尼北美吽正常了，像呼吸一样正常的。因为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修不一样的法，是正常的啊。你不能跟他讲说他们都不吃素啊，他们不是佛法，这句话不要讲。因为我们吃素很方便，他们有时候吃素还真不方便，但是至少慢慢的引导他们。但是呢，你不要说他那个不是佛法，只是他们也一定有比我们殊胜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好的我们学就好了。第四，以智慧教诸菩萨。那我想各位，你要开始办教育啊，让发菩提心的人走入正轨啊。因为这个世界发菩提心的人很寂寞的，他会觉得说哎呀，大家都在五浊恶世做坏事，我干嘛真心要帮助别人呢？你要真心帮助别人，还会被侮辱、误会、毁谤，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引导他们。来，倒数第四行念一下，梵天，菩萨有四法善智方便，何等事？一则顺众生意，二则
于他功德起随喜心，三者悔过除罪，四者劝请诸佛视为是。所谓方便是你赶快开智慧，你赶快成就悲心，还是你想要赶快度众生，那这个方法你要知道。方便第一个顺众生意，这个要学，年纪越大的人越顺众生意，对不对啊？年纪越轻的人，我意气高涨，对错对错辩论，哎，所以老和尚，你跟他讲一对，那个讲二对，那个讲三也对，因为顺众生，然后借他喜欢的来引导他学佛嘛。所以各位要练习这个习惯啊，多听啊，学习倾听啊，不见得要讲话。有两种人，佛陀说得大福报，第一个专心倾听的人。他就是听人家讲他不讲话。第二个呢只讲佛法的人。他一开口只有佛法，他不会讲别的。要么他就专心听，要么他就是讲解佛法利益众生。所以第一个顺众生意。所以要学习，就像摸马的毛，人家说要顺着摸，对不对？就是闽南话叫看狼违背，是吧？你讲东我变东，你讲西我变西。东西南北随便你，但是利用你讲东西南北迁入佛法可以啊，不要跟人家修吐。我跟你讲哦，很多人都这样，阿别讲了完结，你一定要讲，那你就错了，你的习惯性不好啊，所以各位一定要习惯。就像有一次我妈说，哦，你就厉害呢，你老伯跟你讲两点钟，你弄都要定头啊。你以前不是那个样子的，能混精力的碰了照，我今嘛疏忽啊，开什么玩笑？老伯公当嘛就公摔跤嘛，丢弄丢弄丢，哈哈哈哈，他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对不对？那你更了解对方，中间给他插一句话，对不对？短短的就好。各位要练习这样顺众生意。第二，于他功德起随喜心，不但不跟对方吵架、批评、对立，然后。哎呀，他做什么好事我们替他高兴，他做什么坏事不要讲，再怎么坏也有好事，对不对？那有些人呢专讲坏话，这个人有 90% 的优点他不讲，他要讲他 10% 的缺点，你这样去找这个世界哪有好人呢？第三，悔过除罪，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忏悔不消业障，你就没有福报。所以各位要讲众生苦那是我们的责任，自惭愧他，自己没智慧，众生这么苦怎么办？所以各位要学弥勒菩萨代众生忏悔啊！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人在造恶业，有一个众生在受苦，那就是我们的过失啊！所以做一个菩萨永远在忏悔，所以要悔过除罪。第四，劝请诸佛，所以要祈请佛菩萨来加持，一直祈请佛菩萨来加持啊，来帮助众生离苦，这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方法啊。那各位，如果你要利益众生，那你要开始一直学，不然你会说我都看完金刚经了，讲课没人听啊。问题因为你也没狼言了，对不对？这个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真的认识很多法师把经讲得很好，录影给我，海涛法师，你帮我播在电视上。那我就问他，你这个录影有人听吗？没有，我自己录了。那我说我放在电视店，你把你放在电视上，搞不好人家把我电视关掉，我亏大了。如果你前面有很多信徒在听，代表你有法缘，放在我们电视上的更多人听呢，才有道理。我是故意跟他看，我说你讲课要讲给众生听嘛，而不是说我没人听啊，所以我自己录啊。那你连众生的缘分都没有，你讲给谁听啊？所以各位，你这个要铺路了。人家做生意打高尔夫，我就陪你打高尔夫，对不对？打羽毛球，我陪你打羽毛球，因为我才做得到生意嘛。你要随顺众生，对不对？那老板明明长得很丑，也说漂亮漂亮，只要做生意就好了嘛。那儿子很笨，你儿子真聪明啊。只要你欢喜行李来。做生意都如此了，何况佛法呢？你要顺众生意啊，称赞他，歹了我告诉你，那你不这样，你渡不了对方
再来念一下，要善化众生，不管要接近众生，有这个方便，如何善巧方便教化众生？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善化众生，何等是？一则常求利安众生，二则自舍己乐，三则心和忍辱，四则除舍骄慢，是为是。所以菩萨有四种方法能够善巧方便教化众生。第一个，这个很重要，我不能想说我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做一个菩萨，不管走到哪里，是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自己累积了很多的很多的功德，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个人事物产生利益，永远想着如何利益安乐对方。就像我天天在坐飞机，各位都听我讲，回向给开飞机的，免得掉下去，对不对？回向给空服员，那就快乐。回向我旁边在咣咣困难，哇，在念佛啊，咣咣咣咣，啊，然后替他消灾啊，拔度啊，超度啊，然后都超度完了，他下飞机看我一眼，嗯哼，这样，啊，我还跟他转有没有超度，超度了，这样。我都是这样，这样叫超度了，这样叫没超度，继续念。啊，端来的什么鸡肉鸭肉，嗡阿弥陀佛，干长老妈说啊，先超度，我吃素的。那有一次空服员说，师父你怎么整盘都不吃？你想要问吗？啊，是啊，你为什么不吃？不吃为什么？你打开，因为我都把它打开，但我不吃。超度啦，这些做蒙山给那些孤魂野鬼啊，你们吃掉的肉那么少，那么这样，所以我把它打开了，它才吃得到。不是我故意找你麻烦，打开不吃。那就我跟他讲完，他真的吗？赶快送他一个观音菩萨，免得等一下他骂我。他会相信我，哦，是哦，是哦，对不对？所以大概空服员都认识我，哎呀，海涛法师你又来了，所以我不能打瞌睡，要装着念经。哎呀，这个海涛法师还蛮精进的，跟报纸写的，不想赶快。但是你要用想办法真心的对他好，长求利安众生。你是洗头发了，我往那边瞄，往那边瞄，希望我头发洗掉以后，你没烦恼。啊，因为要有这个动机。第二，自舍己乐，只想到对方，不能想自己，不能自私啊。所以，如果你让人家觉得你很自私，对方就不接近你。所以，各位要菩萨要这样，不能自以为是。啊，我是高高在上的，我是博士，对不对？我是入流了，我是白种人，我皮肤比你白。啊。所以各位，你跟法师在一起，他高你要蹲矮一点，你不能说哼我比你高啊。所以为什么跟法师拍照要蹲下来啊？你比法师高不礼貌，因为我高啊，你不行，你要故意蹲下来，对不对？那因为你要消除自己的，那你这样才可以对方愿意接受你的教化，善化众生。再来这一条太重要了，第二行二十二页，来。梵天菩萨有四法，四是不失菩提之心，何等是？一则常意念佛，二则所作功德常为菩提，三则清净善知识，四则称扬大乘，是为是。大乘最重要了，发菩提心就不能够退转菩提心啊，不能失去菩提心，除非已经证到八地了，八地无生法忍，不然你偶尔还会往下退，啊，所以各位要冲冲冲，初地要冲到八地，八地以后不退转了，才真正在行菩萨道，啊，所以那很多人我说，那师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八地？新加坡也可以把杯不是吗？沙杯还有没有八地菩萨？对不对？你要相信佛菩萨。这个世间呢，因为法师都不能显现神通了，所以但是自己要知道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那观音菩萨或是你家里的菩萨很灵感的，对不对？他不会骗你的，但是各位要方法，心拔沙杯，看佛菩萨有没有在那边，对不对？你不能乱拔，到底点香啊，请佛菩萨供佛啊，
念个大悲咒啊，对不对？然后祈请观音菩萨降临啊，刮痧杯都是正反的、啊、代表来了。你不要两个正反，第三个卡杯说他来了，他来了但他不回答啊。所以然后三杯很稳，你在问事情你会觉得很准。我是教各位这个方法试试看啊，试试看。因为你在读地藏经，你有时候读到不想读了，你还不如在读地藏经的时候，读完以后我刚刚念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有没有来加持？哇，有呢，哇，你就会认真读了。然后你读地藏经，你还在问我说这样有没有超度到祖先众生呢？有呢，哦，那你更认真了啊。这也是一个善巧方便吧。但是有时候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要自己问，因为自己问有时候分别心，请第三者旁观者替你问。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位老尼师啊，他保不会很稳的，很多事我们都请他问了，因为没有利害关系嘛，对不对？而且他还跟我讲，我一杯得我不用三杯，因为他很稳啊，对不对？这个人得癌症，那保不会三昧水忏三遍 OK 啊，他就念了。他念的不是叫你念的，他说叫我问我就很倒霉，念三遍，因为你要替他念嘛，啊！但是我说你替他念，还不是替自己念？你消业障最大，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就很认真啊，所以每次要出国，我就问他啊，法师要不要参加？修道呢？我不会。那、啊、这个出国大事呢？问一问，我不要生病啊，拖累你们呢、啊。啊，这个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各位呢，不思菩提心，第一个常意念佛啊，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药师佛，而且你要相信，你在意念佛，佛就来了。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你念我，我念你，对不对？我们念佛，佛念我们，佛没有不相应的。那所以你要意念佛，意念佛，你才有佛的加持嘛。啊，第二个，所做功德常为菩提，我们做尽各种善业功德。为了回向给众生，为了成佛的，不要为了自私短暂的利益，不要为了现世的健康在修行，不要为了现世的财富在修行啊！你只要为了利益众生，现世的健康财富那是顺其自然的因果，不求自来啊！但是千万不要短视，所有功德回向众生啊，上品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第三个，亲近善知识很重要。这个善知识你透过观察，他真是一个不退菩提心的人，甚至搞不好他是佛菩萨来，那你这样就不会退转啊。有什么事情啊，意念善知识乃至去亲近善知识，试着称扬大乘佛教，就不会退菩提心。所以各位，你要去接近这位法师，如果你没有很有把握，我还是劝你把杯把杯哦啊，不然你跟错了，你不知道是不是？连大宝法王都有两个，到底哪一个对啊？对不对？啊，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啊。那你还是要问问，对不对？问问，至少不会被骗，至少是你自己骗自己。啊，但是你不要被骗了啊。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大善知识？是不是弘扬大乘佛教？是不是发菩提心？那你要亲近啊。再来，请翻到23页。第五行，我们跳着念了。来，第五行，梵天菩萨有四法善入诸大众，何等事？一则求法不求胜，二则恭敬心无骄慢，三则唯求法力不自显现，四则教人善法不求名利，是为是。所以菩萨能够善巧方便引导大众，善入诸大众，对不对？因为佛法就是要入大众，才能够让大众见闻听闻。第一个，求法不求胜。所以各位，你要只要这个人或是这个组织，他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众生，你都要去学啊。所以有人带我去看呢，一个小孩子小儿麻痹，真正的小儿麻痹，哎，站不起来啊。然后那一位天主教的法师，天主教的神父啊，就在那边祈求大家一起为他祈祷，就手臂这样，对不对？祈祷祈祷，然后他手摸在他的头，一直祈求祈祷。然后我在那边看，他叫那小孩子，他就牵那小孩子，他就站起来了。哇，他后面的妈妈哭了快昏倒了啊。然后那小孩子，
我说这个神也有力量啊，只是不就近，对不对？因为会走路，但是还不能解脱。但是至少他们大家这种虔诚祈求的力量，对不对？产生了这种神的加持或心灵力量，这是我们还是要赞叹的。啊，如果一个能够让一个人，你今天念阿弥陀佛，一个人脚受伤可以站起来，我看大家都会念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哎呀，就是毁谤他，因为他能够站起来，至少他得到暂时的安乐。哎，我们随喜，我们从内心里面在一直给他回向，希望他哪一天了解六道轮回的道理，对不对？进一步得到就近。但是你要找就近，你不能说就断了世间的这些方便。所以各位，就是求法不求圣，你不能说我佛法比你好，那你就没进步的空间啊！啊，所以只要任何的教派，南传佛教，像我一月份要去南传佛教，我会去参访善知识，泰国的善知识，缅甸的几位大善知识，当地的人给我推荐了，我们去学学他们的一些利益众生的方法，求法，而不是说我赢过你，我来跟你比赛，对不对？看谁的教法好，这一点很重要。第二，恭敬心无骄慢啊。所以各位，我们面对别人，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谁，我是谁，所以我就比你高一点啊。我想，众生都是父母亲啊，我们要去感谢对方，感谢对方啊。但是尊敬对方，你才可以学到他的优点。心无骄慢。三者，唯求法力，不求显现。我们希望得到佛法的利益来帮助别人，而不是说我要去表演我自己有特别厉害。那你要让对方，你要让对方的优点在你面前凸显出来，你才可以学嘛。活到老学到老啊，这一点我师父特别强调，任何国家不分宗教，你都要去跑，去学他们的优点，去学他们的优点。他们在唱那天主教的那个哦，我也在那边念，因为我念的是大悲咒。当然我声音要跟他们一样，那就 OK 了，对不对？啊，那对方也觉得你很虔诚啊。对，我记得我到法国，我要进去带一团的去念，那警察就不高兴，他说看的样子你也不是天主教徒。然后我说没有，我们真的是进去里面祈祷的。警察就跟在后面，哦，我们这群人呢可认真了，他们念我们就念，念的不一样，声音一样就好了，很虔诚。那个警察说不错。下回再来，因为我们真的祈祷他们可以升天啊，对不对？唯求利益对方，而不是说我希望你们变为佛教徒，没那个想法。教堂里面有一些骨头啊，往生者啊，我说每一个都虔诚帮他们念一念嘛。现世者他们愿升天得升天，哎呀，愿上帝的加持啊。上帝是梵天呢，对不对？那搞不好是菩萨，所以各位要这样。再来，教人善法，不求名利。就是希望对对方有帮助，而不是凸显自己。所以好，我们翻过来，对不起啊，24页倒数第三行，看重点来。梵天菩萨有是法，于诸佛法得不退转，何等事？一者受无量生死，二者供养无量诸佛，三者修习无量慈心，四则信解无量佛慧，是为是。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目的就是希望哪一天我们可以受无量生死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证得无我无分别的空性，生死如梦，那轮回度众生就变成我们最大的好处了。所以那时候轮回就变成最快乐的净土了。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啊，受无量生死才能够广度众生，累积功德。二者供养无量诸佛，到极乐世界就是要供养无量诸佛的，千万千万不要说我是拜这尊佛了，我对其他佛没信心，千万不要这么说啊！贤劫千佛万佛，每一尊佛都有他不可思议的加持。所以以前有发给各位88佛各有什么功德利益，那各位呢为众生而念啊。三者修行无量慈心，所以各位要观修，念一下唵嘛呢叭咪吽。啊，你要观修六道众生，各个离苦得乐啊！嗡阿扎底苏鲁普巴耶说哈，六道众生同享福报。你要这样修无量心，这无量里面不能有一个恨哦，
不能有一个恨，这个人一直找你麻烦，你要特别关修，特别对他好，特别对他好，而且故意去面对他，不要积嫌过去，过年快到了，赶快寄一张，趁圣诞节给他一张圣诞卡，对不对？过年的给他一个春节贺卡，你要借这个机会啊，对不对？借这个机会，像我这一次我师父舍报，我就见到几个看到我懒得理我的师兄弟们，那我这个人都往过去 ，Hello， 你好，你好，就带几盖过来，当作他没恨我这样，忘了他在恨我这样，对不对？然后有什么事我给他推一下，他慢慢不讲话就讲话就 OK 了，因为他不是对方坏，是因为呢大家心里有个挂碍嘛，对不对？因为我先突破了，他就会突破了。过去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啊！希望他身体健康。各位要养成这个个性，不记仇啊，要修无量慈。慈什么叫慈？你要想办法给对方快乐啊！试着信解无量佛慧，所以各位不要以少知足啊！哎呀，佛一切种子遍知，三世遍知，那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刚刚讲了，每一个众生身上的能力优点你都要学啊，蟑螂、蚂蚁、黑人、白人都有优点，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黑人很羡慕的，他说胖嘛不会哦，对不对？还有做黑人还有好处的，不怕太阳，我们这种黄种人可怜，又怕冷又怕太阳，对不对？白种人不怕太阳，黑种人不怕太阳，就黄种人怕太阳。我们出去还拿雨伞，师父你跟我遮阳神，这反光很痛苦啊！没办法，所以那他们各有优点。再来，最后25页，第一行，梵天菩萨有四法，不断佛种，何等事？一则不退本愿，二则言必施行，三则大欲精进，四则身心行于佛道，是为菩萨有四法，不断佛种。最重要这句话，不断佛种，不能够让佛法断掉，不能够让成佛的这种因缘断掉。释迦牟尼佛成佛，目的就要让无量众生一直延续，一直成佛。所以我们也要承接成佛的种子，我们要答应佛陀，各位将来成佛好不好？这就是对佛最大的供养，发菩提心成佛，让佛放心了，让佛放心了，那佛就可以到更大他方世界去帮助众生了。所以各位如何不断佛种呢？第一个，不退本愿，本来你发愿要如何度众生呢，永远记住不要退转，而且各位看到一个因缘就发一个愿，记住这句话，要发无量愿，你就有无量光。看到老人发愿，愿所有老人我有能力照顾他，愿所有老人我成佛以后所有人都不会老，我所有的能力能够帮助对方。看到一个小孩，看到人跌倒，看到人家夫妻吵架，愿所有吵架的人看到我都不会吵架，为了如此我要如何如何。那你要一直一直发愿，愿我将来所生的世界女人都没有妇女病，好不好啊？那就是这样，那不动佛就发这个愿，文殊菩萨也发这个愿，女人没有妇女病这个世界没有魔鬼。然后你只要看到一个境界，因缘就是老师，但是你发了愿你要永远去做。第二，言必施行，所以你讲了要做，心口如意不能喊狼来了，是不是？你讲你就一定要去做第三个，大欲清净，这个欲是一种意志力，你所发的愿，你所讲的话要很快的去圆满。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你注意看他精力充沛精力充沛什么事他都精力充沛，不会懒懒的，不会袖手旁观大欲精进，试着身心行于佛道，不是光外表，内心里面真的从内心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圆满菩提心的，帮助众生成佛的，这样呢就能够不断佛种来，各位请翻到57页，57页
倒数第三行。那释迦牟尼佛他讲各种的方法，包括极乐世界都是一种方便，透过这个方便希望众生导到究竟的空性。但是离开方便，那离开供花，离开放生，那你也找不到究竟。所以佛陀会讲出各种的方法来说，但是有了方便以后，你不能执着在这个方便，那重点要有空性的超越啊，布施而不执着布施，而超越了布施波罗蜜一样啊。那所以，但是这个方，我们必须从这个方便这个次第去做。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大家念一下来。世尊，何为方便？佛言：如来为众生说布施得大富，持戒得升天，忍辱得端正，精进得具足功德，禅定得法喜，智慧得舍诸烦恼，多闻得智慧故，行十善道得人天福乐故，慈悲喜舍得生梵世故，禅定得如实智慧故，如实智慧得道果故，学地得无学地故，辟支佛地得消诸供养故，佛地得无量智慧故，涅槃得灭一切苦恼故。好，那后面除了这个方便，就进入如实法，有而不执着啊。但是你必须从有去做啊。所以我们解释一下，方回来，世尊，什么是方便呢？佛言：如来为众生说，第一个，布施得大富，所以各位要常布施啊，布施钱，布施时间，做义工，就像我一直发给各位东西啊，各位啊，这也是布施啊，哎，你可以送给别人啊。那师父昨天拿过了，你太自私了，替别人拿一下嘛，啊，你就送给人家，你拿了香，哎呦，哇，这个对对方有帮助，这里面有药啊、甘露啊，那个对方点一根消病苦啊，布施的方面用各种方法，所以等一下会发给各位啊。然后呢，今天还准备一个烟供炉啊，对吧？来啊，要拿出来啊，所以要特别送给义工菩萨啊，等一下再拿好了。不要白做义工，但是各位拿了炉要干嘛？做烟供啊！这个炉不是供在佛前啊，是叫你放在窗户旁边呢、啊。那这个烟供上供下施，希望大家多布施。第二，持戒得升天啊！所以各位布施得大富，受无戒，哪怕受一戒都有升天的功德。第三，忍辱得端正。啊，你的外表会很端正，不爱生气，好不好啊？别人找你麻烦骂你，你才可以长得好啊。忍辱得端正，精进得具足功德。那你不精进，那你布施持戒忍辱都做不好啊。所以道理懂了要去实践，禅定得法喜，禅定就是你能够调伏你的心，专心，专心读地藏经快不快乐啊？专心念大悲咒快乐，这个都是一种禅定。智慧得舍诸烦恼，智慧就是了解真相的意思啊！你看到万法的真实相啊，就是你要去分析什么叫智慧。你拿到这念珠，你要分析它只是线啊，这些都会变的组合啊，所以它是本体是空性，但是怎么去用啊？来给我，我睡吧。哎，感谢我们义工啊，对不对？然后呢，我特别在尼泊尔做了。我也会留100个给我们开祥法师啊，感谢此地7天佛期的义工菩萨，然后呢，做烟供，每天就点一两支香啊，让新加坡冒烟呐，啊，而且这个烟供不是光供佛啊，下施众生嘛，那念念烟供仪轨啊，所以这次啊，带来500个，要跟义工菩萨。结缘，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念一下十轮金刚，所以这一次十轮金刚大法会啊，这个只要放在那边，哇，比八卦还厉害啊！
放在车上啊，啊，一切吉祥。但是这个只有400个，所以我会留200给我们开箱法师，看哪一个念佛没打瞌睡的，7天都有来参加的，就送给他，哦，200个送我们生命协会义工，好不好啊？谢谢他们啊，因为明天开始他们还要忙啊。明天今天晚上传习法师又来了，还有5、6天啊。那我元月份要来啊，下回你会讨厌我，海涛法师慢点点来了，我们烦死了。所以有十轮金刚，我一直逢迎拔节各位啊，但是这个十轮金刚不得了，每一个上师都有口传的，他们藏人有个习惯，这一辈子能够参加3次十轮金刚灌顶，保证不堕落三恶道，往生香巴拉净土啊！我才2遍，差1遍啊！所以那个十轮金刚的灌顶，这也是成佛的方法。但虽然各位没灌顶啊，至少放了十轮金刚加持啊，这里面叫十相自在，你上网可以去查，每一个标志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没时间解释。好，再来，多闻得智慧，最后一行。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多看佛经得智慧，行十善道得人天福报。念一下，身体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嘴巴4样，不骗人，不骂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心里有3条，不悭贪，不嗔恚，不愚痴邪见。如果你行十善道，升天，人天福报啊，慈悲喜舍得生梵世，你以上都做，再加上行十善道，再加上你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就到上帝的天。那意思，那叫生梵世。翻过来，禅定得如实智慧。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思维打坐专心，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相啊，不会被骗啊。如实智慧得道果，那如果你有看到真相的智慧，波罗波罗蜜多，那你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果报，那是成佛的果报啊，看你是发哪一个心的嘛，得到这个道果。学地得无学地，那你必须从有出果恶果，那是从发菩提心一步一步，最后而达到圆满。辟支佛地得消诸供养故，如果各位能够体悟因缘所生法，那是12因缘法，哇，供养你都有功德啊！啊，所以各位要去思维12因缘法，佛地得无量智慧故，所以我们要追求成佛。那无量智慧才可以帮助无量众生，啊，断除无量烦恼。所以涅槃得灭一切苦恼故，如果你内心里面安住空性，不起贪嗔痴，那一切对你来讲，啊，都无有分别。好，现在请翻到59页啊，就是隔壁了，倒数第二行。这个我就，什么叫大悲呢？所以这部经很好哦。什么叫方便？什么叫大悲心？佛陀解释的很好。那今天我没有讲到的是空性的部分，那个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也讲不好啊。所以，但是至少这里面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大悲。来，我们念几段来。世尊，何为大悲？佛言，如来以32种大悲救护众生。何等32？一切法无我，而众生不信不解，说有我身，如来于此而起大悲。好，解释一下，一切法都没有永恒存在的自性，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但是每一个众生都觉得我是蚊子，我是人，我是男人，对不对？我是董事长，他觉得有，就像一个女人说我很漂亮，他也知道这个漂亮再过30年就不漂亮了，只能是有漂亮的相片而已啊。但是我们都觉得他一个永恒不变，但是众生一直觉得有一个我，而且不相信也不了解，都说有一个我在生我在灭，有一个我执，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如此而生大悲心。各位，你要学佛，怎么生大悲心？哎呀，众生没有空性，不信因果，所以我们要升起悲心，为他念心经啊！啊，你不能说啊，他们很麻烦，不行。所有众生，哪怕他已经在做皇帝了，做董事长了，他还是在凸显自己。
那还有一个强烈的我执，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对方，还要升起悲心。第二，一切诸法无众生，而众生说有众生，如来于起而生大悲。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哦，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是熊，有众生相。明明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外表，各位，人啊、鬼啊、动物啊，它只是一个业报相而已，对不对？啊，那本体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众生有执着，就像狮子看到狮子不会咬，那狮子看到羊要咬它，对不对？狗喜欢狗，那狗不喜欢猫，所以现在网络上有那个猫喜欢老鼠的，这个叫没众生相，啊，那我们看了就很温暖。第三，一切法无寿命相，而众生所有寿命，如来于此而生起大悲。每个人都希望活到六七十岁、八十岁，对不对？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如来生起大悲。跳过来好了，倒数第三行，下面来，一切法离染而众生有染，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染就是贪欲、染着，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所以众生有这个喜欢不喜欢的染着，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在起贪欲执着，哎呀，生起悲心，怎么样帮助他？第二，来，一切法离嗔而众生有嗔，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所以一切法哪有所谓嗔恚这种东西存在呢？没有排斥，一切法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但是我们很喜欢分别，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啊，所以有嗔恚心而造业，所以如来看到众生有嗔恚心这个执着而生起大悲。所以各位，别人在生气你不要骂人，因为你要用悲心啊，黑暗要给予光明。一切法离痴而众生有痴，如来于此而生起大悲，有执着啊，认为它是永恒不变了。所以请看到61页倒数第七行第六个字，念下来：世间常共嗔恨增进，如来于此而起大悲。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大家骂来骂去，你做总统也要被骂，你做法师也要被骂，对对错错，你做什么都要被骂，嗔恨竞争。所以如来看到这个世间这样，不要批评而生起大悲心呢、多念欧玛尼贝咪哄啊，解冤咒啊，都可以。再来，世间邪见颠倒，行于邪道，欲令住于正道，如来于此而起大悲。大家不相信因果啊，认为杀生是好像对，我们放生是错，还要你允许杀生就不用允许啊。但是很多都是如此，所以各位你要升起悲心。再来，世间饕餮无有厌足，互相熬夺，欲令众生住于圣才，信戒闻思慧等，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所以世间人都在追求欲望啊，吃啊、穿啊、房子啊，这些享受饕餮，无有厌足，互相熬夺啊，甚至买10万的最好卖20万出去，太好了，对不对？哦，就是占人便宜。所以佛陀要欲令众生住于圣才，信心持戒多闻布施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法财。所以但是世间在追求世间的名利，所以如来而起大悲。这一句话跟各位都有关系的。再来，众生是产业妻子恩爱之仆，于此为萃之物生坚固想，欲令众生知悉无常，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所以众生为了他的房子、土地啊、先生、太太、儿子啊，恩爱的仆隶，那就是说成为欲望的奴隶啊，每天在追求这个，明明这个是变化的危险脆弱了，而升起了坚固，所以他一变化他会受不了。所以欲令众生知道你所执着的这些产业、妻子、恩爱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如来于此升起大悲心。那我们要对别人的执着升起悲心。来，再念一段：众生身为怨贼，贪着养育以为亲友，欲为众生作真之事，
令必众生众苦就近涅槃，如来于此而起大悲。这个身体啊，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了，它让你酸，让你痛，让你病啊。但是众生就认为说，这个身体是我最好的欲望朋友，享受感官啊，表现身材啊。所以佛陀为了让众生了解真正的，所以让他们毕竟脱离痛苦，就近涅槃，所以要显现给他们看，出家修苦行啊等等。所以如来于此升起大悲心啊。那我想没有讲完，因为32种慈悲，我只是跳了过来讲，请翻到92页，是吧？90页。所以90页的第6行中间那一段，很简单，念一下。于是网民菩萨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希望功德力而发菩提心者，不明发大乘言。”所以发大乘，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说我现在这样去做，我就可以富贵啊、升天啊，有这种自私的功德利益。那说你是发菩提心，不叫大乘佛教啊。所以，91页最底下佛言，来第一行：善男子，菩萨若生转轮圣王家，不明家清净；若生地士中，若生梵王中，亦不明家清净。在所生处，乃至畜生，自不退失善根，亦令众生生诸善根，是名菩萨家清净。又网名：慈是菩萨家，心平等故；悲是菩萨家，身心念故；喜是菩萨家，身法喜故；舍是菩萨家，离贪着故；不舍菩提是菩萨家，不贪声闻辟支佛地故。所以我们要出家，出家的意思不是说不见得是外表，不要去执着这些名闻利养享受。菩萨真正的家是慈悲啊，是利益众生，是追求菩提啊，这才是菩萨所安住的地方。各位请翻回到32页，我跳了一段，这些也很重要，重点，请各位看到第6行，哎，32页第6行。于是施意梵天白佛言：“世尊，谁因受供养？”佛告梵天：“不为世法之所牵责。”世尊：“谁能消供养？”佛言：“于法无所取者。”世尊：“谁为世间福田？”佛言：“不坏菩提性者。”世尊：“谁为众生善知识？”佛言：“于一切众生不舍慈心者。”世尊：“谁知报佛恩？”佛言：“不断佛种者。”好，所以第一句话梵天问佛，谁才是应供，应该接受供养。那佛陀说：“不为世间法所牵着者，那种清净的人，就像出家人一样，阿罗汉。”第二，世尊：“谁能消供养？被供养，而且能够把这个供养能够不会欠对方债的，可以这么说了，于法无所取着啊，不所执着的人，那一切法皆平等，毕竟平等，无有分别，不执着了，可以消供养。谁是世间的福田，不坏菩提性者？所以各位要安住在，我们是叫无自性，但是无自性呢，什么叫我们的如来本性呢？那菩提心是我们的如来本性，叫佛性。所以各位要永远不离开菩提心，那你是世间的福田，只要供养你一碗饭，超过供养世间所有出家人一样。世尊，谁为众生善知识？佛言：于一切众生不舍慈心者。所以各位，这你要去分辨，你要去接近善知识。如果这位老师法师他对这边好，对那边不太重视，那就还不是善知识啊。善知识是平等的大慈，平等的大悲。世尊，谁知报佛恩，就是发菩提心，不断佛种者。我要成佛，我要让更多人也成佛啊！所以呢，
那这个不断，这才是真正在报佛恩。看，继续念。世尊，谁能供养佛？佛也能通达无生际者。世尊，谁能亲近佛？佛也乃至师命因缘不毁尽者。世尊，谁能恭敬于佛？佛也善复六根者。世尊，谁名财富？佛也成就七财者。世尊，谁名知足？佛也得出世间知慧者。世尊，谁为远离？佛也于三界中无所愿者。世尊，谁为具足？佛也能断一切诸结识者。世尊，谁为乐人？佛也无贪着者。世尊，谁无贪者？佛也知见五因者。世尊，谁度欲合？佛也能舍六路者。世尊，谁住彼岸？佛也能知诸道平等者。世尊，何谓菩萨能为施主？佛也，菩萨能教众生一切自心。世尊，何谓菩萨能奉境界？佛也，常能不舍菩提之心。世尊，何谓菩萨能行忍辱？佛也，见心相念念灭。世尊，何谓菩萨能行精进？佛也，求行不可得。世尊，何谓菩萨能行禅定？佛也，能除身心出相。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智慧？佛也，于一切法无有细论。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慈心？佛也，不生众生想。世尊，何谓菩萨能行悲心？佛也，不生法想。世尊，何谓菩萨能行喜心？佛也，不生我想。世尊，何谓菩萨能行舍心？佛也，不生彼我想。世尊，何谓菩萨安住于性？佛也，性解无着法。世尊，何谓菩萨安住于空？佛也，不着一切语言。世尊，何谓菩萨名为有禅？佛也，知见内乏。世尊，何谓菩萨名为有愧？佛也，舍于外乏。世尊，何谓名为菩萨遍行？佛也，能尽身口意业。好，重不重要啊？各位好好去思维这个道理。今天没时间讲，但至少我们抓到重点了。请翻到99页。每一个菩萨他怎么修行的？那这里面很多菩萨借这个机会啊，来跟现场的包括文殊菩萨讲出他们是怎么修行的啊，怎么样的方法来利益众生的，以及他因地是怎么发愿成就这个功德而成为这个菩萨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请翻到99页的第四行，等行菩萨，他是怎么修的？来，尔时等行菩萨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为何谓也？”佛言：“善男子，若菩萨于邪定众生发大悲心，于正定众生不见殊异，故言菩萨。所以者何？菩萨不为正定众生，不为不定众生故发心，但为度邪定众生故而起大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言菩萨。所以不管正定邪定，特别对于有邪知邪见的升起大悲心啊，而且愿为他们成佛，愿带他们成佛，所以他叫等行菩萨。那第二尊，哎，尔时菩提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亦乐说，所以为菩萨。”佛言：“便说。”菩提菩萨言：“譬如男子女人受一日戒，无悔无缺。若菩萨如是从初发心
乃至成佛，于其中间常修进行四名菩萨。所以各位，你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你都会，现在怀着菩提心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那如果你把这个发菩提心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成为永恒，你天天都这样修行，保持六念，保持慈悲心，那你就是真实的菩萨。再来，坚毅菩萨言：若菩萨成就深固慈心，是名菩萨。也就是说，什么叫深固？你这个人没有嗔恨心，没有悭贪心，你唯一存在的就是一种慈心，要众生离苦得乐。啊，深就是往内，固就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就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特点就是慈心，啊，所以他就有慈心的世界。再来，度众生菩萨言：譬如桥船渡人不倦，无有分别，若心如是，是名菩萨。所以各位，以后你要站在人最多的十字路口，每一个走过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骂你念阿弥陀佛，他讲阿门念阿弥陀佛，但是你不见得要讲出声啊，意思是说你对待每一个人都希望踏过你的头啊，你成为他们的桥，成为他们的船，就让他们离苦得乐，过河，好坏，给钱没钱，黑的白的，骂我恨我的，无有分别，都希望他们能够发菩提心呢，那这个就是度众生菩萨。再来，断恶道菩萨言：若菩萨于诸佛国举足头足之处，即使一切恶道皆灭，是名菩萨。啊，就像大势至菩萨，你脚一踏下去，各位，你明天坐飞机去哪一个国家，一踏下去那个国家三恶道超度，你要有这个足力哦。所以佛叫两足尊哦，你有这个悲心愿力，所以你走到哪里那个时候的痛苦都没有，就像你是一盏灯，你这个灯够亮，你走到哪里黑暗都消除，所以你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叫断恶道菩萨。所以各位，这些菩萨你都可以念到啊，你如果知道那边有恶道，你就一心祈请断恶道菩萨加持，那断恶道菩萨就来了，投资之所呢，恶道就消除了。再来，观世音菩萨言：若菩萨众生见者，即时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称其名者，得免众苦，是名菩萨。啊，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愿，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痛苦消除，你只要多看观音菩萨不退菩提心啊。所以各位，你要常做观音菩萨跟人家结缘啊，或是相片，或牵手牵眼，见即发菩提心，听即离苦啊，意念就断贪嗔痴啊，礼拜就能够满愿啊。所以我每次来我们竹林寺，就会经过电梯，就看到那个抱着小孩的送子观音，我就一直拜，不是我要儿子啊，是众生都得到佛子啊，对不对啊？所以人家找我师父啊，不会生小孩，我就观想我是送子观音啊，还真的你要会生啊，你要不生还怪我了，说我修的不好啊，而且要送好的啊，所以送那个发菩提心呢，所以你要满众生愿啊。所以这每一个菩萨，怎么这一段非常好，每一个菩萨他到底因地怎么发愿，怎么修的。再来，得大势菩萨言：若菩萨所投足处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及摩宫殿，是名菩萨。所以大势至菩萨以他大智慧光走到哪里啊，所以就产生不可思议，叫大势力的啊，这大力一举手，魔宫黑暗三恶道消除，大势至菩萨。来，无疲倦菩萨言：若恒河沙等劫为一日一夜，一世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岁，一世岁数若过百千万亿劫，得值一佛，如是与恒河沙等佛所行诸犯恨，修集功德，然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不休息，无有疲倦，是名菩萨。所以百千万亿劫才能够碰到一个佛，但是他永远这样子的精进啊，在修行直到最后
成佛，乃至碰到一个佛给你鼓励受记，永远不退转。你要等到下一次要百千万劫才碰到一个佛，这中间他还是在精进，所以叫心不休息啊。再来，道是菩萨言，若菩萨于堕邪道众生生大悲心，令入正道，不求恩报，是名菩萨。须弥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无所分别，如须弥山依于众生，是名菩萨。那罗延菩萨言，若菩萨不为一切烦恼所坏，是名菩萨。心力菩萨言，若菩萨以心思维一切诸法无有错妙，是名菩萨。师子由不自在菩萨言，若菩萨于诸论中不怖不畏，得生法忍，能使一切外道怖畏，是名菩萨。不可思议菩萨言，若菩萨知心相不可思议，无所思维分别，是名菩萨。善集天子言，若菩萨能于一切天宫中生，何无所染，亦不得是无染之法，是名菩萨。时与菩萨言，若菩萨有所发言，常以真实乃至梦中亦无妄语，是名菩萨。喜见菩萨言，若菩萨能见一切色皆是佛色，是名菩萨。这个很重要，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都要把当场观想成为佛的净土，能见一切色物质都是佛菩萨的显现，那这样你的心就很快乐，叫喜见菩萨。再来，常参菩萨言，若菩萨见堕生死众生，其心不乐世间诸乐，欲自度己身，亦度众生，是名菩萨。心无爱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烦恼众魔而不嗔爱，是名菩萨。所以你看到有人又在起烦恼生气了，你赶快一心祈请心无爱菩萨加持他，因为心无爱就是修这个而成就的，那这个来对治对方。再来，常喜根菩萨言，若菩萨常以善根自满其愿，亦满他愿，所作皆办，是名菩萨。善以女菩萨言，若菩萨于一切法中不生疑悔，是名菩萨。狮子童女菩萨言，若菩萨无男法无女法，而现种种色身，为成就众生故，是名菩萨。所以你看到这个男人很爱帅，这个女人很喜欢装扮，就是男女相太重了，那你就要念这一尊狮子童女菩萨啊，或是你自己执着自己是男相女相很执着的，那你要念这种菩萨的名号，然后自在超越男女相啊。来，宝女菩萨言，若菩萨于诸宝中不生爱乐，但乐三宝，是名菩萨。啊，你看到你老婆很喜欢买钻戒，你要多念南无宝女菩萨，她只喜欢收集三宝，她不喜欢世间宝。所以你要对治自己，要帮助对方。来，毗舍却达多优婆夷言，若菩萨有所得者，则无菩提；若不得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一切法，是名菩萨。跋陀婆罗居士言，若菩萨众生闻其名者，必定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好，所以各位，虽然他显现居士，就像维摩诘居士，你只要念维摩诘居士的名字，那他就不会退转了啊。就像念这个跋陀婆罗居士的名字，事实上他们都成佛了，但是借由他的名号不会退转。好，我们跳一下好不好啊？时间到了，我可以讲到十二点的，你们不行而已，你们有家。请翻到175页，快快快快快讲完了，不要一直看手表。
这一部经很重要，你看到这一部经保证成佛，那上面写的，来倒数第二行175页，倒数175，念一下。尔时会中有天子名镜像，为示意梵天，若有但闻此经佛不与受记者，我当受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所以者何？此经不破因果，能生一切善法，能坏魔业，离诸真爱，能令众生心得清净，能令信者皆得欢喜，除诸嗔恨。好，所以这一位天子，虽然他是天子，叫镜像天子，他告诉释义梵天，就像各位我们现在在讲解听闻这一部经，如果佛不给他受记，他将来成佛，这一位镜像天子说，我就会受他一定成佛。那事实上这一位镜像真佛早就被受记成佛了，所以意思是说他讲的是真的啊，你只要去读这一部经，所以佛陀说这个镜像真早就得法忍了，将来在什么世界成佛，我就要讲的是这个意思。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咒语，整部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咒语，请翻到179页，这个很重要，179页。我们修行还是会有障碍啊，魔啊鬼啊来障碍，那佛陀说你真的要发菩提心，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你最好会念这个咒，这个叫什么，来招请诸神护持咒，就是你可以招请所有护法天神来护持你，护持法会。所以佛陀特别，因为你越发菩提心啊，你越想利益众生啊，魔鬼越要干扰你，所以一定要念这个咒啊，念一下，哎，倒数第五行。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汝谨善听，欲令此经久住故，当为汝说招诸天龙夜叉乾大伯鸠盘图等咒术，若法师诵持此咒，则能制诸天龙夜叉乾大伯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等常随护之。是法师若行道路，若失道时，若在聚落，若在空闲，若在僧房，若在宴室，若经行处，若在众会，是诸神等常当随侍卫护，一其乐说辩才，又复为作坚固意念慧力因缘，无有怨贼得其辩者，实是法师行立坐卧一心安详。好，所以不分在家出家，你在发菩提心或者是读诵这部经典，如果你念这个咒，那些天龙八部卫护你，而且你呢要说辩才，口才好，再来坚固的记忆正念智慧的力量啊，无有怨结来干扰你，所以你在任何时间行住坐卧能够一心安详，所以这个咒很重要。来跟我念一次，来，芋陀里，芋陀里，陀陀里，陀陀里，摩尼，摩尼，这里，这里，尼尼，尼尼，提里提里，提里提里，密尼，密尼，霍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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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罗，耶婆里，耶婆罗，维多里，维多里，拘丘，拘丘里，拘丘里，拘丘里，阿难米，阿难米，切底，切底，摩悉里，摩悉里，摩那冲，摩那冲，摩尼，摩尼，波诃前底，波诃前底，萨婆罗底。罗婆婆揭谛，心陀里，心陀里，南无佛陀，南无佛陀，这里地地，这里地地，南无达摩，南无达摩，涅迦陀米，涅迦菩提，南无僧伽，南无僧伽，诃悉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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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婆三多米，毗婆三多米，萨婆婆婆，萨婆婆婆，弥尼地，弥尼地，弥尼地地，弥尼地地，弥覆地地，弥覆地，萨哲地地，萨哲地地，十方南无婆，十方南无婆，色多依，色多依，利斯毗。波瑟多，波瑟多，阿多罗提陀，阿多罗提陀，提婆婆夫，提婆，多杰拉诃，多杰拉，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悉善多，悉善多，曼多拉，曼多拉，不会很难念，啊，各位多念几遍啊，谁会背颁奖啊？哎，因为我们不会背，你会背，你坐在旁边帮我们念一念就好了。
的意思是护法神加持，增加你的智慧，增加种种，对，这个要守护。而且问题是很重要啊，如果你要念咒，佛陀特别讲了，那你要怎么样去修，那这个咒才会相应，而不是说我会念咒就算了。但是佛陀说在181页第一行下面，此中铸造一切诸神南无诸佛当成就是咒术，文殊势力视为咒术章句，若菩萨摩诃萨欲行此经者，当诵持此章术咒句。那怎么做呢？哎，念一下，因意心行，不调戏，不散乱，举动静止，悉令静洁，不蓄于食，少欲知足，独处远离，不乐愧闹，身心远离，常乐慈悲，以法喜乐，安住时余，不欺狂人，跪于坐禅，乐欲说法，行于正念，常离邪念，常乐陀陀细行之法，于得不得，无有忧喜，去向涅槃，未厌生死，等心真爱，离别异相，不定生命及一切物，无有贪习，未以成就，常乐持戒，忍辱调柔，以恶言能忍，颜色和悦，无恶之容，先意问讯，除去骄慢，同心欢乐啊。特别后面几条啊，不思持戒忍辱你都要做到，而且要做到颜色和悦，无恶之容，不要耍脸色给人家看啊。无论如何先打招呼啊，不要骄傲，希望大家快乐。如果你能够这样做来念这个咒，现世就得十种力量。念一下，文殊势力此诸法师住如是法，诵是咒术，即于现世得十种力，何等为持？得念力不忘失故，得慧力善则法故，得行力随经义故，得坚固力行生死故，得惭愧力护彼我故，得多闻力具足慧故，得陀罗尼力一切闻能持故，得要说遍力诸佛护念故，得身法力具五通故，得无生忍力速得具足萨婆若故。文殊师利，若法师能住世行诵持咒术，现世得是实力。好，最后请翻到191。那佛陀叫我们多读这一部经，各位你没时间，每个一天读几品，一天读几品，看不懂的读过去，看得懂的拿去做，然后呢哪一天再回头，很多你就都看得懂，因为你消业障，智慧开了，你就知道那什么意思了。191页，来念一下，阿难白佛言：世尊，若人诵持是经，读诵解说，得己所功德。佛告阿难：随是经所有文字章句之数，尽受以一切乐趣供养而所诸佛及身。若人乃至供养是经觉，恭敬尊重赞叹祈福为圣，是人现世得十一功德之障。何等为十一？见佛障得天眼故，听法障得天耳故，见身障得不退转菩萨身故，无尽财障得保守故，色身障具32相故，眷属障得不可坏眷属故，所谓闻法障得陀罗尼故，意念障得乐说遍故，无所谓障破坏一切外道论故，福德障利益众生故，智慧障得一切佛法故。所以如果你能够多读诵这个经啊，超过你供养所有佛啊，所有出家人的功德啊，所以而得到了11种宝藏啊。所以见佛藏、听法藏、见身藏等等，包括眷属藏、意念藏、福德藏，那你就有充满了福德智功德，你要开几个医院，你要盖几座寺庙都没问题。智慧藏你得所有的佛法，所以
这部经容不容易啊？最后念一下就圆满了，192页。192页，中间第一行下面念完了，来。佛告阿难，此经名为摄一切法，亦名庄严诸佛法，又名诗意梵天所问，又名文殊势力论义，当奉持之。佛说是经已，文殊势力法王子及诗意梵天等行菩萨长老摩诃迦摄会命阿难及诸天众一切世人受持佛语，皆大欢喜。我们把经名念三遍好不好，在最旁边的小字来。诗意梵天所问经，诗意梵天所问经，诗意梵天所问经。我们把今天的功德，过去所做的功德，今日已做的功德，未来将做乃是随喜的功德皆融入。大家把这个回向文念完，圆满今天功德。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为所有往生者，乃至我们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也同享功德，愿他们同生净土。我们念啊，往生净土的回向偈啊，来，愿六道有情，愿六道有情，所有往生者，所有往生者，参加人等，参加人等，冤亲债主，父母祖先，父母祖先，现场所写，现场所写，往生牌位，往生牌位，法会内外，法会内外，孤魂有情，孤魂有情，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同生净土。来念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第三句回向一起念，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再来回向现世者，愿我们开祥法师健康，弘法事业成就，竹林寺重建快速成功，好不好啊？只要大家捐钱，哪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福报大，你捐在这边舍一得万啊！但是因为竹林寺是代表观音菩萨的精神呢、啊，所以我们开祥法师说，我们竹林寺在新加坡办活动排第三了，明年开始就要排第一了，每个月都有大活动了。为什么啊？为了竹林寺的重建，能够有一个观音道场让大家来修学啊、所以我们都随喜功德，也愿我们开祥法师的利他事业成就，在新加坡开竹林寺还不够，下回到国外开竹林寺，观音道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回向，也回向大家的父母、六亲眷属、家庭、事业，所有病苦者同享功德。来，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